星期三跑马地野赛超班生财之道，练马师徐宇石已经连续六次野赛赢得头马进账。而今次赛事除了童话和如沐春风两匹新胜马之外，电讯超班上将亦跑王亚军，其中七岁马童话自田泰安接手以嚟，喺谷草1650米已经取得两冠一亚佳绩，证明呢匹欧洲自购马同田泰安相当合拍。金像童话将要面对另一新胜马自保区，以及同样喺连场跑入前列嘅喜年卫星，可唔可以取得三连捷？田泰安亦将会为电讯超班操刀，呢匹四岁澳洲自购马喺3月17日角逐谷草1200米已经跑获第四名，其后成绩更进一步，喺4月8日再战同程赛事取得第二名。今次首度由田泰安执缰，电讯超班可唔可以打开在港胜利之门呢？另外，如沐春风上场亦取得久违嘅头马，喺黎海荣胯下赢出谷草1800米赛事。今场由相同配搭各逐一里赛事，可唔可以再有好表现呢？密切留意星期三跑马地野赛。